这与你回京已是论文考试，童谣就是比喻。青州之恨，百姓为王，父王又怎能亡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去，让整个昭京都知道，我百鬼主帅回来了。你们不是普通百姓，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谁？谁？这场游戏既是你先开始的，现在便轮不到我来解释。明明迟早是王爷的人，王爷何不等到和亲大宴之后？本王可以的，不过本王不想等。谋划十年倚仗的只有他对迷途的恨，我们必须赢。梅林参见主人。你擅自行动，背叛安昌，明日的和亲大宴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莫脉之毒即将毒发，拿不到解药，你活不过三日。